走不动了。坚持一下，马上到。你看这个面，它又长又宽。好好好，又宽又宽。又长又宽。坚持一下，马上。进屋了，啊，不，他同意他进屋了。你别多想，喝多了送过来很正常。正常吗？挺正常。别，扭扭呀扭呀。别碰我。这样，咱俩在他隔壁开间房，我帮你想办法。优雅，慢点，好，好。对策，想对策，想对策，想着呢。这边好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我让你想对策，你跑过来给我吃胶。老板，今天就没吃饭。啊，吃，来，对策，有了，让酒店去旁边。就一根。先生，你要的拖鞋。我没要拖鞋。你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先生，祝你住店愉快。那屋是不是有个女的？对，有个女的在床上睡觉。床上。男的呢？男的没在床上。他脱衣服了吗？脱了。嗯，但是只脱了件外套。啊，不行，我要去看一眼。没事，就只脱了外套啊，我来搞定。走，优雅，过来。优雅，这样，再跑一趟啊，好好去打探，嗯，好，去吧。哎。仔细点儿。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男的走了，这女的给了我400块钱。